属个汤林卫教，台了咱主席集团董事长孙亚罗下将实行命令，今日天山青义联合冠城帝军，会加辽景大殿，敬向冠城帝军中大元帅台的新尊臣，行最高三级强礼，敬上本日先生万本顺利成功，全体人员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内行感谢咱从林卫江以及咱主席集团，咱的董事长，所以啊，咱所有工作人员，咱的同仁一同来参与。头顶安怎摆？系啊系啊系啊，都无紧啦，无输。不会。
紧啦，我知。哎，我啊，我啊，我啊，搞一个台风，我他因为少年一个民族，上边的上边那个，给少年那个背景。我今天我做你的，我要我好多处理。对啊，哎，他是这个会啊，他没发现。咱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咱借咱大家破声，和咱向咱的现任会，这个咱所有工作人员，这个咱双林乡所有大家，感谢各位来参与本届咱诚意联合，咱的会家廖景台底啊，在此若有交代不周的所在啊，代表着咱荣誉，咱的主任委员，谢谢，这个咱大总理林华基。一个咱主任委员陈伟生来代表咱管理委员会所有干部来向大家会者报喜，把实际上十二万分的感谢，啊，感谢咱各位来参与，感谢，谢谢。你还有八个呢，十二个今天出生，十六个，啊，那个怎么办呢？
上我的配合。开始。加上个时间点。你叫几个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因为我到即摆还袂夹哦，我步步我夹袂起来啊。跟我们现场所有今日参与的所有好朋友，我们不管是孙立堂的好朋友还是学年会的好朋友，我们在红毯的对面有准备了我们的晚餐，那可以来让大家做使用，那如果有不便之处再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各位，谢谢。他走掉我可以放位，可以啊，那个他妈妈那个小菜也过滤过滤专业啊，开始六颗。这个我拆开，他们是兄弟。还有点钱。出门要。
再次请我们现场的好朋友用我们的掌声再次帮我们感谢我们宣灵堂玄联会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各位。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有比较紧促一点，造成大家的不便，真的是很抱歉哈，感谢你们，谢谢。恭喜你，因为你有你的技能，大技能好好。